啊，奉献也毋是讲咱家己有法度去修炼，咱家己都有法度修。啊，着搁叫人去依赖，啊依赖，啊着叫人来担当个附近的这个修会条，把招回来大家来信心。咱若叫真话，你才开去高雅吼，你快修你就麻烦了吼。啊无，哦，那你咱家吼，你咱若甲咱全部做电工吼，你要承担来甲咱服务啦吼。我即摆讲这个话意思是讲，你开一只车来龙去脉不明，这车出什么问题，你肯定无清楚，爱出问题未？啊，我请问咱开咱家己这只车有偌久啊？我开了七年咧，啊，我家己来龙去脉我不明，我唔知我问题出伫对一个所在，我唔知我错对一个所在，我唔知我生命伫对一个所在，不明。就是讲无追根究底，我永远嘛是继续来犯，感谢呢。哦，所以呢，因为这个病讲，咱真正的彻底去找出咱迄个源头，迄、那个造业迄个源头，到这个源头的对所来搞出来算吼、哦。所以咱讲对修道的定位无做认识，整个事情无真切的了解，不把事情弄清楚了吼。哦你修到哦，好哦。